我收到个电话啦，系用我老公个电话打电话嚟嘅，咁就唔系我先生本人嚟嘅，咁佢就其实佢伙计啦，咁就话叫我冷静啲先，佢而家受咗伤啦，颈部受咗伤，咁去咗边一间医院，叫我帮佢执啲嘢。就去出发去呢间医院度睇。当时是什么心情？好担心。您怕什么？您担心什么？怕冇咗个老公啦，同埋小朋友冇咗个爸爸。您老公做警察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受伤吗？还是这一次您的感受特别不一样？系咁多年以嚟咧，我系第一次受伤。以前我会觉得。佢份工作係幫人維持治安啊，從來唔會擔心佢，因為呢幾個月咧，佢哋嘅暴力行為實在太過嚴重，咁所以咧呢幾個月真係好擔心。經過頭嗰幾個月之後啦，自己嗰個人咧一睇到呢啲負面嘅嘢咧，即係好唔開心。有陣時甚至連新聞啊，所有嘅媒體嘅嘢都唔想去睇咯。為什麼不願意看新聞？因為我看到有很多對警察的抹黑吧，說警察是壞人，或者警察做的不對，是因為這個你不願意看，還是因為什麼？係睇咗自己會好唔開心，個人咧好似覺得自己係俾人孤立嘅一群咁樣咯，同埋都唔想俾小朋友睇到呢啲。咁嘅新聞，小朋友心情有影響嗎？佢暫時都未知道發生啲咩事，只係爸爸個頸度受咗傷。那麼小朋友的這個反應是什麼？可能呢幾個月咧，因為都係先生翻工嘅時間比較長啦，咁都係主要都係我照顧。佢見到爸爸嘅時間其實都唔係好多。爸爸出咗院咧，佢哋就會特別掛住啦，因為都成個星期。咁見到爸爸都有問爸爸你點啊，痛唔痛啊？但係佢哋唔知道因乜嘢事而爸爸個頸度受咗傷。他們現在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是嗎？沒有跟他們講。唔知道。唔好意思。理解。那孩子们知道爸爸是警察，是吧？是的。Of course， 他们在学校里，他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别人的骂他们啊，或者欺负、对欺凌，或者您作为警察的家属，您有没有受到任何威胁？比如说网络的起底呀、啊，或者您认识的警嫂朋友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我先生都被人起了底的，那其实小朋友的学校啦都会有咯，那但是就暂时都没有受到骚扰，但我都有朋友，有即大家现在大家的小朋友都不可以告诉人家听爸爸是做警察。以前是很骄傲的。以前是为了保护他们，叫他们尽量不要跟人家不要提及这件事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？我都不知道。你觉得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对警察这么不信任，一下子对警察有这么多质疑？我都唔係好明白，可能佢哋唔中意政府，想揾一啲嘢嚟，我都唔係好知道。有的時候我看見馬路上有很多這個 graffiti 涂鴉，也是罵警察的。您在日常生活中看到這些，有什麼感受？我小朋友都有見到，成日都問我。呢啲係咩啊？點解貼到周圍都係嘅？
嗰刻都唔知俾咩反應，只係話唔可以四周圍貼、四周圍塗鴉咯，呢啲係唔好嘅行為咯。因為如果唔係清潔嘅，做清潔嘅人就會好辛苦噶啦，咁樣去教翻佢哋。您现在是比以前更支持您的老公，还是说希望他换一个职业，不要这么危险？我会更支持佢。佢既然佢自己都好坚定会选择呢个职业，我都会全力支持佢。如果您的孩子将来也选择做警察，您会同意吗？同意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